好久没有出门了。是哦，很久啊。很久啊。这次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台中。没有，再更远。更远。一样是台南的。也是台。对，台南，台南，我要去台南收车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好评度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。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袂订起来。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佮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皮传教士，我是柯皮。哎，今天你看风光明媚，我今天来到我这个儿时的记忆。儿时，儿时，多儿时，小时候。哦，迄样阵真新车啦，那呢，看阿老吹暖的车，咱总会去堵对吧？有 K 六 ，SI 的 ，SI， 对，哇，很贵的，对吧？可是我的印象中不是没有引擎号码，我引擎都买好了啊，没有啊。这个你看，酷的还不错吧？嗯。外表看起来是还不错了，可是这种车哈、哦，大概就几个重点要看，前后啦，前后都要看，前后、啊、这个后面呢、啊，你看就跟我想象的一样，嗯，久了都会这样，你看正常密合度应该很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都会，有没有？可是它下里面应该还是有一个防水的，对，胶条。我跟你讲 ，X5 都学它的 ，X5 这样，嗯，这样开呀、啊，啊，这种车就是这里很容易生锈，很帅，它、啊、这里这样下来。很酷吧？它、啊、这种脚歪来的，歪下支撑，开落是可是歪下呢。这种应该就不算掀背、嗯。这個、算什么？啊，这算三门的、啊。这三门而已、啊。对啊。啊，这个起免就是那时候有酷背啊。嗯。这板子都备胎不见了，看起来没有没有被撞过。只要后架的就不用用过。啊，这个就是安尼扛的，掀起来跟那个。下背还蛮像的，对不对？先开再开，对啊，对。可是它是侧开，我们是下开上下开。嗯，好，打开门看一下里面。它、啊、这个都格子都没贴，你知道为什么老车都不想贴吗？为什么？就是让人家看而已。哦，是看人还是看人的？拢会使啊，咋散开的？或者是说里面很圆这样？哇，这都是绒啊嘞，你知道绒布椅的。对，忘记讲，这台是1994年的。手排的有气囊，手排的哦，难怪会跑起来。啊，里程数大概24万啊，等于是25万的啦。你想那个是迈还是公里 ？KN， 它、啊、这不是美规的，可是它是 KN 的，如果没有记错，应该要踩离合器。啊，对，哇，很顺的。以前我不太喜欢 K 8 K 6的原因就是它都启动的时候会这样坑坑坑坑坑坑坑，有没有？你在第二次个坑的发动，它很难一次就发动啊。当然的电池又就碎掉诶，它到你讲就碎掉，就刚刚给空能加了，你再没电也别没电都别花了嘛。嗯，哎，天窗哎，多动正常吗？哇、哦，你看这，你看掉，很帅，它是上掀的，你有看到吗？哎，还跑很快嘞。我到现在还觉得为什么有引擎号码？我引擎去找好了。有引擎号码？你到底没有引擎号码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要把中影那一个引擎拿过来用啊！你说太不了。对啊，欸、它有气囊哎、欸，双安。哎、欸，那时候双安是超厉害的嘞、欸。我刚刚看到了，它是有，因为它算老车，它是有缺点的、啊。哪里缺点？你看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破了一个洞，其他的都很圆，很赞。排档。头也是圆的吗？不是，这原本应该不是这一个了。啊，如果你这铁的也打不坏了、哦，再怎么打都是这样。这种车哈、哦，我就不会很在意说有没有撞到怎样，换过什么板件了、啊。其实太久了。好，刚刚讲的25万，很多吗？听起来是很多，可是你知道他几岁吗？94到现在几年？29年，一年不到1万，算起来是很少啊。对啊对，这个是通病哈、哦。来，那时候我不是常讲的西美的话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。看它的固的好不好，它容易就是因为胸大等一下弄会起起。哦，这个还 OK 啦，表示它有对，还算顺，不然它会这样，它上来就这样，就上不来了，卡住了，这 OK， 可以可以，这样我们就不能拍这个升降机了。哎，你看一下，
天窗这附近很容易生锈，但是还没有，还 OK 哈。啊，再来就是它的好处哈，大顶弄玻璃，玻璃就是没像咱的微物化。对，这个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学徒的时候，这个拆了很多，嗯，什么拆的弄掉啊，啥的搬金啥弄的做，黑龙江我做就这，不是很懂说什么手牌、字牌、SI 或者什么东西还不懂，就是哦，洗面、洗面、洗面，就这样而已。对，所以这台有问题你会修？我是钣金的，你撞到我就修。哦、不要了，不要去撞到了。这个它有写啊，正时皮带23万的换过，才跑1万而已。嗯，其实这个改装东西很多嘞，有些会把这个换成透明的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看到皮带。为了看那个皮带。对，看皮带。对，不要大致上太严重就可以了。我换老气都要擦了，我马上到那一起跳开动作。它扩拆有点扩轨了，你拍这里啊，这里应该是不是很大力啊？不是，因为撞到很大力，一般都换掉，这边要翻过，要开开的，往下。换个角度想，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常讲啊，你走路就会跌倒了，车子难免的碰撞。你放在那边的马杰照哪里拢啊？我们一样，就是像上次的经验，我们就油水一样再看一下。嗯，那是水箱吗？就水箱啊，水箱好小一个啊。对，那时候啊，那个水箱有没有小咖的？嗯啊，冷排是小咖的。嗯，所以有些它不是做就很奇怪哦。不冷的车就是再怎么用都不冷，嗯、加大了才会可能比较好一点。嗯、啊，如果会冷的话，这个小的一样冷的要死。那时候是这样，我觉得不晓得为什么。啊，这个都会加大，如果不够都是加大。所以它水箱跟冷排是分开的。对啊，通常车是两片，是两块啊。好、啊啊，冷排水箱。对啊。啊，它是两块，它是左右两片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左右两片。看了引擎状况应该是还 OK。还有漏油，这样吧。上面看是还好啊，主要是下面的、啊，还是你堂哥，我帮你开过去，开在你拿在地上这样啊，我开过去，你看有没有漏油，不错吧？这个我可能没办法，我可能没办法，好没办法，我的厚度也蛮厚的，不行，看起来应该是还 OK 啦。刚看有一点，啊，老车老车，不是又老车，老车老车，修挂老油的、哦、就是老车，哦、对对对 对, 对。看完了，也没什么好看的啊，差不多是这样的。那这个车除了升降机有通病，那还有什么通病？再來就是容易生锈啊，生锈也是一个问题啊。其实我刚才看也有啦，因为刚刚可能也不好拍，就是里面如果你要硬要拍的话，就是这里，因为它水都会往前流啊。哇，底下这边看得到吗？这边，哦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都会，可是算轻轨而已，开始了对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要开那个，都是要。都还在整理，它这是17560R15的，它轮胎看起来应该比较久一点的。我靠，15年，啊，等一下我们开可能要开慢一点，比较久一点。8年的。对啊，深度很深，可是轮胎年限比较久了。后面马蒂斯看起来好像也差不多，14，耶。所以你刚刚说这是你小时候很想买的车，对啊，啊那个时候这个也容易生锈，所以我现在观察一下，因为他这应该都有考过漆，他之前都有顾了啦，嗯，啊只是说你如果真的自己要想开防锈要再做会更好，起码帮我们留了30年啊，以人类来讲算长寿了，以车界来讲啦，那你先拍一下外表，我去瞧一下价小好了，价小阿伯刚逛那个一定敢逛，对吧？你还没讲。没有，大概稍微讲一下啦。嗯、对对对，啊，只是说看实车之后才价钱才会更固定。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耶、yeah, ，泰山已估，我有了一台 K6。哇 ，SI 完成你小时候的梦想。对啊，我现在终于有了。我刚也有问一下啦，其实原车主也是跟我一样、嗯、想拥有而已，他其实他买来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开很多啊，开着开着不小心超速了，又被扣了半年，真的哦，我还代表这台车保到未来，保到未来还可以跑很快，对啊，后来为什么要卖，其实他有两台车啦，不能三妻四妾，三四台车总是可以的吧，嗯，哦，太太没错吧，啊，因为他本来是两个礼拜洗一次，啊，现在两台车每个礼拜都要洗一次，也比较累。欸、你看他还租一个车位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给他住了，所以也是要钱啊，啊，所以他就决定要卖了。啊、我们才有这个荣幸收到这台车，啊，只是真的是比较可惜一点。太早我今天吹我眼睛都吹啊嘞，本来我计划已经写到那个高雄去了。啊、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你还有一台，还有一台啊，野马可以改。好，我们再想办法带你去吃个东西好了啦。收到了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开回去了。啊，对啊，等一下就可以试车了。对啊，走走走，等一下可以试。是的，好，走。太太，拜拜，你老人家走啊。车主真的不错啦，油帮我们加满了。
那时候手排车有定速吗？有些很尴尬就有，可是我不能排除说它不是手排车有定速啊。比如说 Turbo R 也是有啊，像日食也有啊，可是就很奇怪，手排车要怎么换挡？日食有定速，有啊，要顶规的手排的是有定速的啊，不可考了啦，不管了啦，反正我们就买到了。我们轮胎比较老，我们一样都靠外线，开起来底盘倒是没什么异音啊。内装它多少钱啊？哦，对，它冷气够冷。我刚有发现哦，它在换离合器的时候，为什么变有一个啦啦啦？比较抖一点，对不对？其实蛮抖的，比较抖一点。不是有，我是蛮抖的。我已经空档了嘞。但对啊，补油门是好的，空档蛮抖的。哎呦，我听到了，对对对，我不会，我舌头没有那么灵活了。讲话的时候，其他我就不晓得。好了，你也不用知道。啊，这个啦，你看。这个、风扇其实有没有叶片的、啊，不是风扇，叶片其实都换一点，有没有？它是都分离了。对啊，都分离。我好像回到十八岁了。八岁。我蛮好奇十八岁长怎么样子。皱纹少了很多。要照片。瘦了很多。十八岁哦，我一照嘛就飘飘了不？长发飘逸。就是太长了，现在没毛了。以前我跟你讲，我闹苦耶，看到男女生我都硬了，舌头不会讲话。那时候不是有去跟女生出去抽钥匙，啊，抽到谁的钥匙哦，我就载谁一辆。我从宜兰市骑摩托车骑到苏澳，我只有讲了一句话，跟女生讲的，你会冷吗？因为在加油，哎，我围巾我都问他会不会冷，他说不会，然后继续，就这样，路程大概四五十分钟，我讲这句话。回来的时候，哎，我们这次有创意，回来去抽女生的饰品，比如说项链、耳环、戒指。我本来是想挑那个大的胸罩，结果没有脱下来。那不是饰品吗？有时候是怕什么离合器啊？离合器如果 wiki 啊，干嘛还在爱玩？啊，离合器 wiki 你知道？哎，你知道离合器你知道吧？嗯，老威亚应该知道吧？知道。离合器就是那个在磨嘛，如果阿半长不会的，它咬合就不好，其实那个马力就会损失很多。嗯，啊，你越开越没力，就是不会啊。啊，会开的人开十几万也是可以开，啊，不会开的开两万三万就坏掉了。那什么叫做会开？有些会一直半离合就很容易烧掉啊，就一直磨掉啊。哦。是啊。啊，你看这个，它做三个，刚忘记讲，它做三个，你看还有一个小的。小的小的要干嘛？小的就是这个洞啊，我把它砸掉，我切到、哦、是啊，对吧？这样切，你不砸吗？那为什么现在车都没有？现在的车 有这个就不错了。啊，这个是天窗的维修孔，它一砸哈，差几大嘎，准准准，你的再用手动去把它拉打把它转起来。你有遇过天窗是用手动的吗？没有，手动这样摇就翘，它这样转就往后开这样啊，然后都不太会坏。你要路灯放在这兒？对啊，路灯啊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我现在真的在转圈圈。哦，快点快点，这条吧。到边啊边啊。向左转。到了。啊，就进去吃了。不要拖了。不要拖了，赶快。不要拖了。我要米糕。然后什么？哎，这它面线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或者是红色的那种。都是锅锅的。它是偏汤的，很好吃。好啊，再说个废话。哦，这鹅啊，还有鹅啊的味道、啊。你继续拍，我先吃。好重的。我也不晓得是什么，跟我讲的不太一样。什么味道？油炸鬼。鱼丸。贡丸。贡丸。我觉得吃起来一样。如何？好吃吗？是很不错的。比如这个，我想象是什么？他写几条？几条？就好像咸酥鸡有没有？嗯，放一个就是一份嘛，嗯、放两个就乘以二。嗯，放一个看看就拿一个出来。谢谢喽。多饱了？你这样吃了多少？我们刚。我再先让你猜。修改。350。不用。不用。350是对，可是
我们305而已，不是305，对，是五跟数字都对，可是凑起来不对。305，因为我们吃了三碗米糕，然后一碗肉燥饭、嗯、啊，一个鹅肝米汤的啊，我喝一个综合汤、嗯、啊，一盘小菜跟一个烫青菜、嗯，就这样。耶、嗯！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在这边？为什么？因为回春，我刚夹五十块的回春，可以吃了，那边有回春啊。是哦。好啊，今天我们也吃饱了，等一下我们就上去了，直接一路往北走了。就像我们之前讲的，他可以安然快到台北，表示第一没什么问题了，身体健康。啊，我们回来再雕一下，其实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雕一下就可以哦，看你要干嘛，自己开都什么都可以嘛，哦，或者是上架什么之类的，不管。记得喜欢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，耶、yeah ！待会台北见，拜拜。被停了，马上停了。干，人生你知道吗？咱人的人生就要跟茶壶一样，茶壶呢，得过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屁股被烧红了，卡子用起过昂啊，都有心情还是吹口哨。要乐观一点。哇，你这个太正面了，受不了。Ferrog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，汽车教授。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